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今日咧我有个重量级嘉宾食神大龙，龙哥介绍下自己先。哇，大家好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华哥又见到华哥真系开心。喂，我哋都好多个月冇见咯吓。系啊，咁啊，今日有食神。咁啊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拍呢条片嘅原因咧，就系寻日啊，我哋见到香港嘅财爷陈茂波咧就做咗一个动作，就系叫做开心香港，推动香港美食，因为有三场嘅美食咧。就喺香港嘅港九新界咧，就會推動嘅。咁咧，今日阿龍哥咧，佢就打俾我，喂，華基，我哋見到疫情之後，香港復常啦。咁啊，見到咧，香港政府咧就推動呢個開心香港嘅計劃咧，就雞髀打人牙較軟。咁啊，龍哥話，作為資深嘅香港飲食界嘅一份子，咁啊有一個責任同義務，就要推動香港美食嘅。咁啊，龍哥。你今日就同我講唔得，一定要幫香港。咁啊，龍哥好有心啊，即係你香港人啊嘛。咁啊，香港人梗係幫香港人啦。咁啊，龍哥，你話俾我聽，你嚟緊點樣可以將香港嘅美食帶出去全世界呢？嗱，咁樣嘅，咁我就好開心，因為我喺中國大地咧廿幾年㗎啦。咁個人物咧，網絡都好多餐飲朋友啊，或者好多唔同行業嘅朋友嘅。咁咧係5月9日咧，就中午12点咧，咁我哋食神麗宮咧就舉辦咗一個美食嘅活動。咁啊，中國內地咧，前個中國各地各省咧，加埋有100多个廚師嚟嘅，咁咧就好開心，有個拜師嘅儀式喎、哦，即係內地嘅廚神就拜香港我哋嘅食神做師傅。咁啊，將香港嘅美食發揚光大，係點樣拜師法？嗱，咁樣嘅，我喺內地廿幾年咧，咁我收咗弟子咧，加埋都有幾百個噶啦。咁啊，好多時咧就都搞好多活動嘅。但係呢次疫情咧，我都3年未翻過內地嘅。咁啊，難得內地好多啲朋友啊，咁咧就希望拜我做師傅之後咧，就組織咗10多人落嚟嘅，另外有100多个廚師一齊落嚟搞呢個美食活動嘅。咁啊，我哋個拜師儀式咧就係比較傳統啲，係好簡單嘅啫。咁啊，全部呢啲拜師嘅弟子咧，都係有啲地位身份噶啦，好多都係總廚啊，或者係老細級嘅。第一，因為我今年74岁，係咁我入行咧喺呢個行業61年啦，咁都算係好老資格噶啦，資深，好老資格。咁咧就好開心。咁跟住最緊要咧就係重慶。有5隻遊輪，叫做世紀遊輪，佢係私營嘅。咁而家個副總裁咧，佢咧就5月9日都落嚟，咁我同佢簽約代言推廣我哋香港美食喺只遊輪嗰度2年。哇，好有意義喎、啊！呢、這個係啊，呢、這個即係喺個遊輪嗰度，由武漢去重慶，那個遊輪嗰度係食香港嘢喎、啊。冇錯，咁因為嗰個重慶世紀遊輪5隻船個總廚咧都拜咗我做師傅，係咁，所以變咗咧。他們的副總裁都下來的，所以我都很開心，希望將我們香港美食呢推廣給他那隻遊輪，他有5隻遊輪的，帶到全中國啦、啊、大家都知道食神大龍呢在飲食界呢就地位超然，可以說是神級，如果不是周星馳那麼嘴刁怎麼找食神、啊、你看到你說劉華又成周圍、啊、很開心，即當年呢我做酒店認識得星爺，很開心，即拍了一部食神電影，唔經唔過20多年，係啦，嗰個食神電影咧，仲喺咧，大家記得咧，香港仔啊，嗰架啊慘啦，就係而家冇海鮮房啊！哦，我哋拍咗好多日，係啦，好彩你有一集電影喺度懷念呢只珍寶海鮮房，都，但係而家香港冇咗珍寶海鮮房點算咧？唔怕，仲有個香港食神，咁啊，大龍師傅咧就希望開心香港延續落去咧，就喺5月9日舉辦一個盛大嘅簽約儀式。同埋一個內地嘅廚師就一個拜師儀式，咁啊當日嘅傳媒就會過嚟撐你喎，你好似有啲嘢招呼大家喎。有我哋嗰啲好豐富嘅午餐嘅，咁啊希望各位大哥傳媒有興趣就過嚟支持一下啊，希望大家聚一聚。咁啊食神大龍就話歡迎廣大嘅傳媒過嚟。有張台啊，有一餐好嘢俾大家食下咁喎。係啊，冇問題。OK， 嗱，我哋咧嚟緊2023年5月9日中午幾多點啊？中午12点開始。開始咁啊，各大傳媒又要就位噶咯喎嚇，咁啊到時候有啲
我聽你講有啲超級重量級嘅嘉賓喎，不過你又唔方便講係嘛？冇所謂啦，咁啊有好朋友巨星啊，咁嚇黃家達都嚟嘅。嗱，我咧就會過嚟直播喎嗰日嚇。多謝你先，華哥。係啦係啦，嗱咁啊，呢個係香港盛事嚟喎，龍哥。係啊，即係推廣我哋香港美食。係啊，嗱，開心香港，雞髀打人牙較軟，開心香港。咩叫開心啊？有得食好嘢就開心㗎啦嘛。咁所以我哋咧呢次咧，我就覺得咧係意義重大嘅。即係龍哥作為飲食界咧，佢有一個心咧，就想幫香港。咁你財爺嗰啲就話搞啲咩美食會，真係食好嘢嘅咧，就五月九號期待咧，哇！有百幾位內地師傅，喂，佢哋會唔會著曬啲廚師服㗎？啊，有啲有啲冇。咁啊，我拜師嗰啲多數著翻我食神嗰套衫㗎啦。嗯嗯。咁我喺呢個餐飲行業過咗六十年有多。咁我咁嘅年紀七十幾歲咧，都仲係做緊我哋餐飲嘅。我好多朋友好多都退休噶啦。咁希望托賴我身體好，盡我嘅能力，能夠推廣美食，美食香港開心。呢個係一個使命感嚟嘅，即係負責任推動香港。咁其實呢一樣嘢咧，我哋都好欣賞阿龍哥噶嚇。咁啊，龍哥，我哋一齊五月九號見噶啦喎。OK， 好唔好啊？多謝曬。拜拜！拜拜！耶利亞，我哋而家嚟到邊度啊？就係呢個中山嘅海亞賓都城嘅後面。冇錯，你都係後面，幾熱鬧！準備煲金蛋喎，做乜要煲金蛋啊？就係因為做咗業主咯。冇錯啦，好多人咧好喜歡嚟呢個海亞賓都城啊，因為價碼又平啦，交通又方便啦，嚟緊有港珠澳大橋可以過去呢個中山海亞賓都城。冇錯，四十幾萬就可以揾到一間啊！你把開心到咧～每逢星期六日我哋都有个海亚槟城嘅睇楼团噶，你哋快啲报名啊！事不宜迟啊，要买笋嘢嘅话，要马上报名啊！系啊，到时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 Yanny， 我系 Lily，Yanny。咁啊，嚟紧呢个海亚槟槟城咧，将会加推第十栋楼王嘅单位啊。嗯，系啊，由于反应非常之热烈啦，呢个第十栋好多客人之前已经向我哋查询啦，景观海洋啦，加上嚟紧嗰度咧都会有条天桥过去南头轻轨站啊，而且跟我哋买嘅人咧都会有啲特别优惠。系啦，咁啊嚟紧咧我哋将会举办呢一日嘅睇楼团啦，嚟到呢度海亚槟槟城噶喎。系啊，呢个咧楼盘咧，其实咧过往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啊，而且我哋可以做同陈小曼做业主啊，非常之吸引啊！一个明星楼盘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参加我哋嘅一日睇楼团，到时见啦，拜拜。